三垒手当然就是把边线给踩住了，因为比赛后段如果被打长打就要掉分了。朱志杰这个球在中间的要穿越，好，一个是有机会回来哦，绕过三垒之后这一平分林家伟要回来滑进来第三分，朱志杰也上到了二垒，花莲王建功了，是哇，连续三颗的一个外角的一个变化球哦，这一次朱志杰真的穿越了整个内的一个布阵哦，哇，精彩啊！对，